陆光祖、汤杯决赛打一单拼尽全力，进步最大是心态。北京时间10月17日晚，2020年汤姆斯杯在丹麦奥胡斯落下帷幕。决赛中，卫冕冠军中国队以0-3不敌印尼队，遗憾获得亚军。顶替时与其出战的陆光祖在赛后表示，自己进步最多的地方就是心态，然后被对手可能找到了一个方法，那自己没有好的一个办法去应对吧。